大家好，上次课呀，我们讲到了这个清统治集团围绕着这个君主立宪问题，展开了争论。我们首先讲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围绕着清政府啊，是不是有必要仿行宪政的问题啊，展开了争论。我们还讲了第二个问题啊，讲到清统治集团内部围绕着是不是要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展开了争论。那么下面我们讲。他们的第三个争论。那么第三个争论呢，是仿行郡县政体是不是需要预备的问题，及其迟速的问题，是不是需要预备啊，及其呢这个速度的快慢问题、迟速问题。那么如果说我们前面所讲的两个问题，就是清统治集团围绕着是否需要改行立宪政体，是否需要设立责任内阁的问题。如果说这两个问题主要的是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在这个政治义理方面的分歧那么他们在这个仿行君主立宪问题上是不是需要预备，需要预备多长时间，那么这个分歧啊，就是他们这个政治主张的一种继续是前两个问题的一个继续。那么在这个考察政治大臣回国以后啊，那么尽管统治集团内部是吧还有很多人那么在喋喋不休的在讲实行君主立宪到底对清朝统治阶级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是不是应该实行立宪尽管还在争论这些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人们议论的一个焦点和中心问题了。那么什么时候清廷宣布要仿行宪政？那么改行宪政是不是需要预备？怎么样预备？预备多长时间？像这些问题都被突出的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来。那么在讨论是不是要改行君主立宪问题的这个会议上，那么虽然有个别的官僚态度很暧昧很模棱，那么但是大多数的这个参会的代表那么都同意或者基本上原则上同意清政府呢应该呢改行君主立宪。那么在这个会上之所以发生分歧，或者分歧的争论的这个焦点是什么时候清政府要宣布仿行宪政。那么当时这个有一部分清政府的一些权贵清政府的大臣他们产生一个误解他们以为这个清政府一旦宣布要仿行宪政就好像呢就是立即要实行宪政一样。那么以此他们主张呢，清政府先不要宣布要仿行宪政。那么产生了这么一个误解。那么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个误解？他们是这样想的。他们说呀，从这个君主专制政体改变为君主立宪政体。那么这样呢，这一切用人行政之道无不尽变。就说呀，清政府要想改变专制政体为立宪政体，清政府统治的各个方面会发生一个全面的系统性的一个改变。就是一切用人行政之道都要会改变。那么也就是说，清政府的这种变革是一种广泛而急剧的大变革，涉及的内容很广，变革的这个速度也比较快。他们认为像这么大的一种变革，在国家国力鼎盛的时候那么尚且难免会出现社会秩序的混乱。那么他说现在中国的国势衰微人心浮动国内外经济矛盾都很尖锐。说这个时候如果马上实行君主立宪的话就会呢恐有骚然不敬之下会引起社会上的大的这种动乱。而且他们讲说这个时候中国人民是吧这种政治觉悟还很低如果实行宪法给人们以自由恐无义而视为利阶不但没有好的好处，
反而呢会导致一些动乱啊，产生非常严重的社会后果。那么因此他们就主张在这个时候啊，清政府应该首先变革啊那些最突出的社会弊端啊，社会上哪些问题最严重啊，先对哪些问题做些变革。那么等待政治清明之后啊，人们的觉悟提高之后啊，然后再进行这个君主立宪。那么但是另外一部分人的态度，另外一部分的官员的态度啊，这就比较激进了。他们把宣布实行立宪和具体的实行这个立宪把它啊分开啊，他认为这两个事情不是一回事情。他们认为啊，说首先宣布啊，说现在很快要宣布立宪啊，不过是明示宗旨啊，这表示清政府以后要实行立宪了。说至于啊，这个实行之期远可宽立年限啊，什么时候实行，那么再看形势的发展。那么这一部分人之所以要求清政府要尽快的宣布实行君主立宪，那么这个呢主要是因为啊，他们认为一旦清政府宣布要实行立宪的话啊，就可以激动人心，鼓舞人民的一种义气，对吧？通过这些就可以达到一种振衰起弱的啊这么一种效果。那么他们讲说，中国搞洋务运动搞变法也搞了几十年，为什么成效很低啊，没有取得啊这个非常明显的效果啊，他说主要呢就是人们的这个国民的精神呢，精神观念没有发生变化啊，这思想意识还很陈旧啊，仍然受到了这个专制政体的这种束缚。那么他们说啊，现在宣布中国要仿行立宪啊，仿行君主立宪政体啊，说这个呢乃所以发起全国之精神啊，就是呢要鼓舞全国人民的这种精神意识啊，提振人们的精神。因此这一部分人就提出来啊，应该呢尽快的决定立宪啊，从速宣布，尽快的宣布，以顺民心而复圣意啊，来顺存这个民意。那么当然呢这一部分人啊也不否认啊，甚至也同意前面所讲的这个缓刑君主立宪论者的啊那种担心啊。那么他们也讲，那么既然中外各个国家在实行立宪的过程当中啊，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啊，说中外之间在实行这个立宪的时候是吧，所遇到的问题不一样，因此呢你具体的在做法上也会有所不同啊，其事之顺逆不同，则预备之法亦不同。那么他们也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做一番准备啊，做一些预备，对吧？那么然后呢再具体的实行这君主立宪。那么因此这一部分人是吧，那么他们就主张呢这个中国呀啊，如果说不采取立宪的这个办法啊，那么中国是不能够图强的啊。但是现在如果马上实行立宪啊，那么也不足以举实，也是很难取得实效。那么因此这个时候清政府内部有一部分人就主张啊啊，要先定国事，确定一个国策，中国要实行立宪。但是呢立宪的时间要往后推，推迟到10年或者20年。那么讲到这个地方呢，我就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学者认为说清统治集团原来说要马上立宪，那么后来他们改成呢要实行预备立宪，要做准备啊，说这个呢就是清政府有意的啊进行拖延啊，是一种啊政治骗局啊，欺世盗名啊，悬玉孤实啊，是一种欺骗。那么其实我说这个说法呢应该说是非常值得商榷的。那么清政府这个时候为什么有一部分人特别强调啊实行立宪要进行预备，这个主要是什么呢，就是清朝统治阶级在准备开始实行立宪的时候啊，他们发现了一些问题。发现了什么问题啊，他们发现啊，在这个腐朽的专制体制之下啊，这个旧有的官僚体制啊，这个官僚机构是吧，人们的一些精神意识啊，
中国的财政状况、经济状况，是吧？这个普通百姓的这个知识水平、政治觉悟啊，都不能够适应这个君主立宪这种要求。那么当时一些清政府的官员呢，曾经有一个非常形象的一个比喻啊，他们是怎么讲的呢？他们是这样讲，他说呀，中国这个原来的这个国家机构啊，辟之老屋啊，就像一个老的房子一样啊，打个比喻，像老的房子一样，辟之老屋啊，当未及改之时，任其飘摇，亦若可支持。说这个老房子，说你没有说我在要把它修理的时候啊，虽然很破了啊，风雨飘摇，哎，但是呢好像还可以住啊，若可支持。说逮至一级修改，则一经拆卸而腐朽之梁柱，损坏之粉壁，纷纷发现。说什么呢？说这个老房子，哎，准备说要修理了啊，那么一修一看呢，很多问题都暴露出来了，是吧？这个梁柱子都腐朽了，是吧？墙壁也都脱落了，这个砖呢也都碱化了，是吧？就发现了很多问题啊，至多费工作，就是他的这种修理的房子，就是大大超出了你原来的设想啊。后面说改正之道亦如是也啊，不是改正之道亦如是矣啊，就是国家从专制政体改为立宪政体，说同样也是这样。那么也说清朝统治阶级他在主观上啊，希望有一个自我改造、自我完善的一个过程，是吧？希望通过自己控制预备立宪的这个进程，是吧？能够有效的把握住政权，把握住全国的这种形势啊，控制住，把这个控制住这个政局。那么是这样一个原因，导致了一部分清朝统治者啊提出来，这个立宪速度不能快啊，需要呢有一个缓慢的一个发展过程啊。那么这是一个原因，对吧？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那么这个原因呢是来自于外国列强的一种劝说，或者外国列强的一种说法啊。那么当时这个外国列强他们怀着各种不同的目的啊，就劝告清政府。这个预备立这个立宪呢，不能够进行的太快啊，不能够急于改行立宪政体。你比方讲啊，这个日本驻华公使啊，就曾经对载振讲啊，他说呀，中国现在是吧，兵力很衰微，老百姓的知识水平很低下啊，说而且这个时候中国还没有收回这个治外法权，说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如果清政府马上就改行立宪政体，恐不能图治，士卒素乱啊！就你在这么一种情况之下，马上改行立宪政体，不但不能够达到治理的效果，反而会啊加速这个国内的动乱。那么，俄国的首相叫做维特啊，维特在会见这个考证大臣这个端方和戴公慈的时候啊，那么他们就讲。说中国如果要改行立宪政体，需要50年的时间做准备。为什么啊？维特的讲说，在政治改革过程当中是欲速则不达啊，你要想快反而呢达不到你的目的。他讲这么一段话，叫做呢，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则有请爹之欲啊。什么意思啊？上急行就说一个人是吧，他在跑步的时候身体使劲往前倾，是吧？他希望能够跑得很快啊，叫做上急行而下不足以追步。可是你的腿脚没有那么大的力量，跑不了那么快，会导致什么呢？则有请爹之欲，你就容易摔倒。他就说你清政府这个时候还不具备立即实行君主立宪的这种国内的条件。那么正是因为这样啊，这些考察大臣啊，考察政治大臣啊，那么才知道了啊，这个中外的情形不同，随主缓行宪法啊，就发现呢，在改行君主立宪的过程当中，中国内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一些准备。那么1906年9月啊，那么清廷关于这个改行君主立宪政体的啊这个国策基本已经确定了，也宣布了。
那么仿行君主立宪必须经过一些准备，这种方针也做了确定。那么但是统治集团内部它的分歧和争论并没有消除，这个分歧和争论呢还仍然存在的。那么他们的一个重大的分歧什么呢？就是在如何预备立宪这个问题上还在进行争论就是清政府要预备立宪也需要预备但是怎么预备，怎么样进行预备，预备多长时间，那么还是发生了一些争论那么也说还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这种政治观点。那么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顽固守旧分子认为立宪不但不能够消弭革命不但不能够消弭这种内乱，反而会生造出叫做男不尊君严父女不敬父从夫的这么一些社会怪现象，就是人们呢丧失了传统的伦理道德那么甚至出现了什么呢？四品大员有敢枪毙本管江臣叛逆之事就指的徐锡麟起义徐锡麟花钱捐了一个清政府的一个道台四品官是吧？发动了这个起义，枪杀了安徽巡抚恩铭那么因此他们认为实行君主立宪是吧？那么对于清政府没有什么好处因此这反对清政府实行立宪。那么在1908年在野的立宪派掀起了一个国会请愿运动，那么在这个时候陕甘总督声允就要求清政府是吧，不要答应立宪派的要求，不要开国会。那么1909年的5月这个声允呢又再次上奏折给清政府声允讲什么呢？说光绪朝是吧，改行君主立宪这个事情光绪朝决定要改行君主立宪说这个呢原非先太后先帝两宫本意说这个事情并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本意。因此他就要求清政府要取消两宫遗旨，彻底废止这个宪政，不要搞这个君主立宪了。而且他还讲如果清政府认为他讲的不对是吧，那么你清政府可以把我开缺就以这些来要求清政府要求清政府呢这个停止这个君主立宪。那么这个主张缓行君主立宪的官员一方面讲现在是民智未开是吧，中国呢只有宣传立宪的人是吧，而没有切切实实实行君主立宪的这个实际没有这个实际情况，有其名而无其实。是说如果在这个时候不分轻重缓急，不分次第是吧，不分次序不去慢慢的实行，不但与现行新政比翼毫无，转将旧有之典章盖从废弃，就是你不会得到什么好处把原来的一些好的一些典章一些伦理道德都是丢掉了。他们就批评或者埋怨清政府说清政府你这个预备立宪的速度太快了清政府的预备立宪速度太快了，就出现了很多问题。什么问题？他们说就出现了国民今日何督府这些国民呢今日弹劾这个地方总督巡抚今日何督府，明日何军机第二天是吧又弹劾军机大臣出现了呢调堂废更而不可治的这么一种民气喧嚣的局面调堂废更就是人们就是议论沸腾是吧人们这个各种言论都发表出来了那么造成社会的这个秩序呢很动荡那么他就警告清政府说如果清政府这个立宪速度太快，那么清政府就会失去控制局面就面临着这么一种危险，你就会失去对局面的控制面临这个统治的危险。那么因此他就要求清政府在预备立宪问题上要循序渐进，要慎始图中，对吧？那么他们提出来一个说法叫做什么呢？叫做以基建之推行为完全之预备以基建之推行为完全之预备。什么意思就是清政府
要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慢慢的做一些准备，基建之推行啊，一项一项问题的去准备啊，为完全之预备。那么这样的话一点一点去执行是吧，一点一点去预备，有一个慢慢的一个量变的过程，然后达到一个啊一个质变的一个飞跃啊，为完全之预备。那么同时这一部分人他又讲啊，说作为这个国民这个时候是吧，要听从清政府政治上的一些安排是吧，要提高自己的这政治能力啊，那么等待清政府在预备立宪完了之后是吧，然后那么再实行这个君主立宪啊，这个国民不能够啊动不动就以立宪为词啊，他是批评这个国民是动以立宪为词啊，以这个立宪为借口是吧，怎么样呢，分驰电函立抵书部啊，就是到处发电报啊，批评政府批评军机大臣，而不能这样是吧，说这个国民呢你要好好的提高自己觉悟啊，不能够对清政府啊随随便便进行请愿进行要挟。那么这是缓刑立宪论的人他这个说法，就是你中国这个立宪呢不能速度太快是吧，要慢慢来。那么但是那些主张速行君主立宪的官员啊，他们看到国内外的形势的发展。